黑近队，是黑近队的跳舞家，恭喜晒！想哭，太开心了，对不对？啊、嗯，因为我从小在香港长大，然后听了很多很棒的歌曲，可是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唱给大家听。我终于有这个机会唱这些很有影响力的歌曲，感谢所有的歌迷朋友们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。是你们支持这个节目，我们才可以继续在这个舞台 shine 发光发亮，对不对？特别多谢 TVB， 特别多谢 TVB， 因为呢，我是在新秀歌唱比赛出道的，所以如果不是 TVB 的新秀歌唱，我今天是绝对没有这个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。多谢 TVB！ 哇！最后一句。